讲到光荣特库摩最招牌的游戏，大家呢一定会先想到的就是真三国无双系列啦。现在呢最新作品真三国无双七也公布了，而且同样呢也会进行中文化，真的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各位玩家也准备欢呼吧。光荣特库摩宣布他们最招牌的游戏真三国无双系列最新作品真三国无双七将在明年2月28日推出，而且游戏还将推出繁体中文版，预计明年3月登场。真三国无双七承袭前几代作品的风格，能让玩家化身为三国时代的知名武将，为了拓展版图而展开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这次游戏依然描写三国时代魏、吴、蜀、晋等势力争夺中原霸权的故事为主轴，不过追加新编写的故事、新角色参战等内容，透过与前作不同的深入观点来描写三国志的壮阔历史剧哦。新三国无双7。